你们这帮守擂人到底在做什么？真是无能的废物！不过一群被放逐的罪人，假装什么骑士首领，玩什么守护国家家的游戏呀？冷静，罗塞塔，这副姿态是为了守护而存在的。守护？ 你以为你在这个流放之地是一名守护者？<笑>不要笑死人了，罪人就应该要有罪人的姿态。<笑>毕竟都是你的错，破坏了港口设施的罪魁祸首才会跑掉，那条该死的鲸！不，不是的，守护神大人明明是为了保护大家才这么做的。<笑>差点笑死我！哎，你听见了吗？ 他说那条鲸鱼是守护神，他破坏港口只是想阻止你们出海遇到感染体，没有差别。脚鲸、守灵人，你都一样，都是一群十恶不赦的罪人，不需要罪人的关心。为了保护基地的安全，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命根本不值钱。 一群被放逐的流民，没有选择的权利。被永远的流放，永远以罪人的身份活下去，为我们卖命。在永恒的时间里，慢慢赎去你的罪过吧，守灵人罗塞塔。罪，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，不惜伤害帮助过你们的存在。有罪的是你们。